哎，月初小友，你来了，哎，来看看你。哟，不错不错啊，我送你这法宝用的倒是熟练。这段时间啊，多亏了你送我的这个法宝。坐下来，一道用下吧。啊，不必了，我来之前吃过了。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一个人住这里不方便吧？非也，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简陋，但是有着红红的关照，也是舒适清静。关照，这么说来你给红红制造麻烦了。哎，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，多谢提醒。明天啊，我就同红红商量搬去涂山，也省得她来回路上麻烦。哎，不成不成，你去找他商量，不也给他制造麻烦吗？这样啊，我们俩不是朋友吗？你以后有什么需要，你尽管跟我说，我这个人不怕麻烦。麻烦谁？啊，红红，你怎么会在此？看朋友，洛兄是我的知心好友，对吧？的确，月初小友热情仗义。的确是极好的朋友。红红，用过膳了吗？哎，你方才不是说……啊，我这个人饿得快。啊，再说了，你的煮饭法宝都是我送给你的，洛兄不会连一口饭都不愿意给我吃吧？自然不会，多谢啊。月初小友啊，你是客人，就别同我们客气了。董方洛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你此番究竟为何而来？我都说了，探望好友。探望？对啊，洛兄为情扼腰，以身试药，我身为一气盟的代表，自然是要来关心关心的。你为何知晓此事？只要我想，涂山的任何事都瞒不住我。开个玩笑，大当家不必当真，只是这试药一事，一气盟也有资格参与。为什么涂山还是从前的涂山，妖仙姐姐却好像变了一个人？黑色连天，深更半夜你在此做什么？那灵蝶是怎么回事？你怀疑我？我原以为你冷着我便罢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怀疑我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何答应要与我合作？两族结盟于妖族有利。所以你答应合作完全是为了妖族吗？不然呢？你误会了，那灵蝶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你真以为我会信吗？你与南宫氏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南宫氏什么意思？南宫氏勾结恶妖，袭劫魂天典狱，你参与了多少？魂天典狱遭劫与南宫氏有关？回答我。我说你会信吗？你以为不说我就没办法令你开口吗？我东方月初纵然再不济，
也绝不会和他联手，他配。既然如此，便不要怪我，想办法撬开他的嘴。你是说用毒？用毒或用刑皆可。用毒倒也不是不行。这样吧，大当家你先回，此事交给我便是。何人约我来此？出来！修为精进这么多，看来这三年一刻都没松懈啊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纷纷辜负又反复沾染浮生死梦，我好想你。纷纷心事与理智抗衡，纷纷扰扰擦肩过几人，纷纷只剩在你眼神中生根。你这次回来之后就不走了吧？嗯，不走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月初回来了，你也回来了，我们涂山又可以热闹起来了。月初他回来了？嗯，前段时间魂天典狱有恶妖出逃，义气盟就派了他作为代表来涂山一起擒妖。不过以你姐姐现在的情况，他们俩最好还是不要见面的好。是啊，所以这段时间我和蓉蓉都急坏了，生怕那臭小子一个激动就冲到姐姐面前。不过还好现在有长老看着，暂时也出不了什么岔子。那就好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把你忘了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我不会让你忘了我，我也不会忘了你。你放心，即使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分开，我也不会忘了你。除了姐姐之外，只有石姬会模仿绝缘之爪，除了她还有谁会嫁祸姐姐呢？此人对涂山一定非常了解，看来在涂山之内除了白眼狐还有别的奸细。大当家，瑶瑶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拦不住。我说过你困不住我。你何时逃出来的？你该不会又怀疑是我杀了赤闪吧？你如何知道赤闪遇害？姐姐我作证，他一直在牢里，哪儿都没去。至于他为什么知道，是我说的。你去牢里做什么？我够了，我再澄清最后一次，我并非奸细，真正的奸细是潜藏在暗处杀了赤闪之人，那夜的灵蝶也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这只是你的猜测。你对我的怀疑不也只是猜测吗？你们先聊啊，这样我跟雅雅再去看看赤闪身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啊。走走了。你待如何？此事已经证明我并非奸细，大当家与其将精力放在怀疑我身上，不如同我合作，一道擒那恶妖，找出这背后的阴谋。我若不答应呢？那我只好换南宫氏来与你合作了。嗯？你威胁我？你非要这么理解，
也不是不可以。好，我答应将你放出来，只是你要保证不可以再跟踪我的行踪，还有在合作期间内都听我的安排。雅姐，行啊，心智够坚韧啊，我以为你写的都是姐姐的名字呢。我倒是想写，只怕被你姐姐发现了又要对我用刑了。你就别想这么多不开心的事了，喏，吃瓜。怎么了？你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总嚷嚷着要吃西瓜吗？我不明白，红红为何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要我说呀，你得这么想。当初你下山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姐姐吧？但是现在这么快，你又跟她重逢了，你得开心才是。我可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你是后悔离开涂山了吧？人妖和平这条路，总有人要走。是啊，你看啊，这三年里，你炼化了无数的法宝给人族，而且，你也化解了人妖之间很多的矛盾，他们可都记在心里呢。再说了，即便是在一气盟里，你说话行事的分量也越来越足了。谢谢你关心我，也只有你关心我了。臭小子，我关心你还不够吗？这事儿如果让阿来知道了，他可是会吃醋的。笑了，笑了就好。那，吃瓜吧。你吃吗？我不吃，给你带的。不好。有人模仿姐姐，以绝缘之爪杀了吃。大家先将解毒丹服下。火龙谷内情况莫测，等一下进去以后，听命行事。是是。放心，我一定紧紧跟在你身边，绝不离开你半步。我亦会跟随在侧。有你何事啊？我跟在大当家身边是为了保护他，你跟着。东方公子，你还是顾好自己吧。等一下你跟在我身侧，我来护你。月初，这涂山当家好像不是一般的讨厌你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！嗯，那可不。嗯嗯嗯，我们的人听好了啊，一会儿看好东方路，可别让人伤了他，免得拖了涂山当家的后腿。是。是